嗨，那些还不知道什么是着迷钱的宝宝们，注意听啦！如果你想变成着迷体质哦，还有这个吸金体质的话，那宝宝们呢，可以去请一个着迷钱。那如何可以购买呢？你们可以去老师的主页那边哈，找老师或者是私信老师都可以的。然后这个着迷钱的话要放在哪里呢？哦，你可以把它挂在你的这个大门上方，或者睡房上方，或者是你的厨房门，只要每一天呢，家里人呢有进出的地方都可以。这个着迷钱的话，它不止哈，只提升了你自己的能量哦，它也可以帮助家里面任何一个成员，只要有经过着迷钱的，都可以提升他们的这个迷迷能量哦。啊，所以说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哦，马上私信老师，那我们就下回见喽，拜拜。